我卡带着了，你放心，刷吧，刷吧，刷吧。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因为呢。好的，等等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好，没有没有时间，没关系，你爱怎么买怎么买。这支影片呢，我们现在其实是明天就要回台湾了哈、哦，刚去完迪士尼，提早回来。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最后一晚，这一趟呢，行李是全满，但是全部都是他的东西，都是他清点的，他买的，我们基本上自己是没有买。尤其默默真的很可怜啊，都没有买到自己的东西，明天就要回去了。你之前还发状态，姨妈还跟着你一起来日本。身体不舒服就算了，还没得买，这样说得过去吗？说不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住的地方的旁边，看到没有？移用商场还有 MoMA， 全部都是可以买的地方。妈妈放胆买，大不了我们再买一个行李箱载回去。我们一人有两个可以放，总共有六个，但我们现在只有四个，我们还有两卡箱可以让他们买。那我们就来看看默默最后奋力一搏会买多少钱。然后会买些什么东西？我卡也带着了，你放心，刷吧，刷吧，刷吧。可怜的默默，今天心情很差。好了，我们要进我们家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最爱的仪容 ，Let's go。父母呢这一趟就是这样，不然想买什么，不然要买什么，他就要买。哎，怎么这小子？Find a new distraction. I need you more, need you here. 什么都要拉这么长？这只甲虫好酷啊！妈妈想夹什么？来，我来夹。汤姆猫的杰利鼠，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不愧是一用啊，这边很多吃的，有西餐，有大众酒厂，还有像这种，哎呀，哇！大颗呢，辣面。哎呀，你这趟还没吃到辣面，我昨天还有吃到辣面。哦，饺子哦，饺子哦，你爱吃饺子哦，还是你要吃寿司？哎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可以来到超市，其实选择也不比楼上少呢。而且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要开始特价了。哎，其实它这感觉都很好吃，这个已经半个了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哦。感觉很好吃哎！如果你不选择吃餐厅，其实超市有非常多东西可以买。你看这里还有沙拉，这个组合我觉得就很棒，有三种沙拉哦。你看这个炸物，这样子才712，这么多。你看还有这个炸虾，其实也是不错的。我们今天住的饭店，等一下晚一点8点半可以看迪士尼烟火，在饭店看烟火房间，所以可以来这边买一点东西。慢慢吃，开烟火，还不错。然后我刚刚说，哎，要不要买一买？然后默默说先去买别的，买完别的以后再来买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贴特价。对，他是有人人工逼完了以后，先来这个机器付钱。不过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还是 Uniqlo， 大家可以去看生活频道，有一只默默去 Uniqlo 爆满10000多的那一只。现在日本的 Uniqlo 超屌的，你就把整个篮子放上去，所以把你买的所有东西丢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他自己电脑就会扫描，扫描完以后就付钱，完全不需要人，超猛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去买一些东西，就可以回去看烟火咯。哦，有可丽饼，哦，肯德基，有肯德基。哦，这里也有美食街啦，所以其实刚刚我们也可以来这个美食街吃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默默的章鱼烧，哇，感觉很好吃哎。所以你最后就一个章鱼烧搞定，放弃，这么容易就放弃？你根本还没有开始逛你就放弃哦，你根本没有逛哎。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因为呢，我已经多次的想要邀请默默花钱买他想要的东西，但他从来不买，他说他自己会再去买，并责骂没有买东西的心情。今天就算在北极、南极或在日本啊，没有，
不好意思，因为周末可能我心情疲惫的是疲惫。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公们听到应该是挺羡慕，让人挺头痛。因为这一次本来呢，我的想法是让王硕波可以爆买多少，哇，赶快趁最后买起来。No， 这个剧情没有照着我的心里的脚本所发展，没错。默默最终买了一颗藏民草，而且还不是在我们在大阪的时候，是在东京的时候。真的，我真的好多次想要叫默默买东西，然后默默都拒绝。Oh my god， 我都钞票递到眼前，卡都放到面前，不买就不买。Sorry。周末我是妹妹，可以有各位妈妈们或者是有女生们能够在下面留言，让我知道怎么让自己的老婆开始爱上买东西吗？你要喝什么？哎，我正在这么想，我们两个最爱喝的就是摩斯的红茶。来，你再喝一下。我不知道，我人生怎么会可以遇到一个全丢到眼前的他不要不去买的人，就是这么想。我们家默默就是这么有个性，老公求着买，有买。当然有时候也知道啦，默默也是能省则省嘛，没必要的他也不会买。好了，我很幸运，我很幸运。只是有时候拍片的时候，刚开始想的主题，拍到后面好像不是照这个剧情演的时候，会让我有点困扰。但是好处是我省钱了，计划的成本瞬间降低。你真的就此满足了？你不去这里走走吗？这里感觉你脚好酸，不想走。这里有 A B C 马图，还有 G U， 还有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回房间去请这个饭店帮我们加热一下，就回房间看看我啦。好的，我已经热完了，哎，不不小心哦。然后呢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刚刚烟火也已经蹦完了，大家可以去开箱饭店的那支影片看。你们不要小看日本的这种超市卖的寿司，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他真材实料。有吃过顶级寿司的人吃得出来，这个绝对不是顶级，但是已经比很多我们平常吃到的一些寿司来讲，已经算是很厉害。这个炒面，我觉得炒面很好吃。来，这样，你的冷料等你。什么？冷料。哦，我现在去加热啊。冷料。冷料。嗯。但是味道呢？就日式啊。日式的。嗯。好吃的。它是银的银塔口哎，银塔口，再过来我来吃这个唐扬鸡。我发现日本有很多这种炸鸡，它的那个粉肯里面都带盐，带盐，就是带已经调味好，或者是肉有腌制，炸起来都好香哦。你可以直接用这个，然后配一碗白饭，大概一餐就结束了。然后再过来吃一下这个饭，它这个饭好好吃哦。它这个饭是有点黑胡椒的味道在里面，好吃啊。好吃，都不好吃吗？好吃哦！哎呦，好，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日本的摩斯跟台湾的摩斯的红茶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两回事。还是台湾的摩斯红茶厉害很多，但因为这个糖是要自己加嘛，台湾是不用自己加，所以摩斯红茶来日本其实是可以先等等。那如果你想喝喝看无糖的，你是可以喝。好了，妈妈，我们明天即将回程了。你的下一 round 想去哪？到时再看。反正我是觉得我们已经可以开始预想下一 round 要去哪。接下来要走冬天的行程，日本或韩国可以走走。我们回去可以看一些有没有便宜的机票或什么。反正我们时间够 free 嘛，像人家夫妇都不用上课一样。没关系啦，幼稚园多跑跑，多走走，多看看世界嘛。上次老爸他们说，真的小孩子到国中以后就很难说走就走了，所以在他们有课业压力以前，让他们多体验这个世界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好处没坏处啦。啊，我们当然有可能下一趟也不是来日本、韩国，可能往东南亚跑，去度假胜地，就那种度假村类型的。对啊，大家下一趟会想要看我们去哪里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可能还是日本吗？如果还是日本，也可以留言。日本的哪里要讲一下？那今天这个原本想要拍老婆花很多钱，到最后老婆只买了一个章鱼烧的企划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等一下就吃一吃，赶快帮布布洗澡，要让布布早点睡。明天要赶飞机呢，我们要赶飞机，还要收他的玩具。他今天又买了什么？又买了很多。对呀、迪士尼。拜托。好了，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一个赞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身边也准备来日本的朋友。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、Facebook 还有魔兽夫妻好同时通通把它订阅起来。我们今年要10万订阅，速度变慢了，90,500，赶快加油一下，今天冲一下，好吧？我们下次影片见。
拜拜。他要吃这个啊？不是你要买吗？他又请你，明天讲。你吃不完啦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你吃不完啦。我们等一下去买小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去买 baby， 这个太大了，这个这么大，你哪吃得完？